他糊弄我吧。这个草你可吃不了，少吃两口。Pasta， 哎呦去！小冻干吃两年了，还挺好的呗。挺好，先吃好。哎，那你这怕别人抢去啊？对，他俩一人就抢。差不多吧。放着吃不是？花生好香啊！那就再来点。Pasta。嗯，我走快点，让他追着我走。吃什么了，帕子？饭菜了。哎，甜嘴。钳住了。他躲这个车，你看着了吗？他在这草里趴着，跟没有了似的。现在没车了。分菜 ，pasta。pasta。
看看。哎，它跟它打招呼呢，看它尾巴，怕它有点紧张。为啥呢？有点傻愣愣的。小心点啊！看没看着？你看顶上那猫呢，看戏都好玩。谁在叫呢？那小猫在叫，小猫害怕了。你哈它呀？它在这哈它呢。你哈它呀？嗯。弄了半天是你哈的呀？嗯。怕它以前脾气可好了。你怎么哈人家呢？哎呦妈呀！都呜了。哎，这小猫脾气可好了。咪咪来，你别跟人家猫说。行，找吧。Thank you.
瞧你不懂。哈喽的。还要呢，啊，别跑嘛，昨天晚上可能想上。嗯，干什么？怎么进去了呢？哎呀天，他可渴了。给你拉上了。哎，要蹬我。不让你摸了。哎呀，你伸的。今天早上没有叫醒。